相亲了，别玩手机了。我们家这个光棍终于要脱单了。今天给大家公布个喜讯啊，村里终于有人给弟弟安排相亲对象了，来之不易，来之不易啊。我们家媳妇为了庆祝这个天大的喜讯啊，准备为他做个菜，给他献个行，定好了下午3-4点和女方见个面。说实话，我也挺好奇的，这种场面我还没见过呢。舅舅能不能给你找个舅妈呀？跟着王文芳缓解一下情绪的。小场面，一点都不慌。一定要有梦就买个屁。买。是不是韩国把头给换了？肯定好。就这一天挺欢心的，是不是啊，牛牛啊？巨香，赶紧做饭，不然等会来不及了。今天做个红烧鲈鱼、大椒炒鸡蛋，还是挺喜庆的。这两道菜。这有啥喜庆的？欧德混成。在我们这边啊，相亲一定要有父母在场，所以等会小姨也要过来，不然让他们两个主角在一起啊，那就太尴尬了。今天紧张的不只有老弟啊，还有我们家这个大神。你紧张啥呀？不紧张。不紧张手抖啥呀？冷，灰冷。这鱼好肥啊，一肚子油。这是什么？给他改个花刀。其实这个鲈鱼啊，清蒸的好吃，但是我们俩都没这个手艺，所以今天只能拿来红烧的。这些大蒜不吃都要老喽，这叶子都发黄了。这是我老铁家的，这个指甲还得放电似的。你老铁看见了咋整啊？看见就看见。说他家几颗蒜咋了？小狗都来找我们了。这块地啊，真的是我媳妇闺蜜家的。我不解释一下，你们可能还真的以为我媳妇就爱干那种偷菜的事儿呢。乖乖，这锅都锈了，这锅可能要重新买一个了。可能是当初开锅的时候没有开好，这锈也不好刷呀。这边上都是的锈，锈、啊，你是锈，我锈不出来。拿出上网包夜的精神来。哇哇，配料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因为今天老弟要相亲啊，所以就不让他干活了，就专门帮我们带孩子，不然穿着白面啊容易显脏。你今天的点火速度够可以的呀。给我少来点啊。好好好，别晃了油了，不然粘锅了。没事，粘呀，它不粘锅呢。下鲈鱼姜。哎，你吃一口。骗不到他了。据我经常做鱼失败的经验来说啊，这个煎鱼必须得用小火，特别是这种不好控制的老土灶，小火慢煎才不会翻车。这得是失败多少次才得出这经验呢？煎成这个样子就 OK 了。加入葱姜蒜干大椒，加入味极鲜老抽。乖乖，你就用这个加水的。一样的。大火喷这20分钟。这老婆婆已经来了哈，敬不敬长啊？敬长。正经点，加紧点啊！正经点，冷静点，可动不动？你看这个憨货了，刚才到我说话了，说我就是那张嘴的德国人，说我就会指挥人组织，这知道吗？那更加看到我。来，卖是卖。加入蒜苗，可以出锅了。上菜了，外婆跟舅妈刚才已经吃过了，所以这顿就不给他吃了。开饭了。来一道大椒炒鸡蛋。哎，赶紧收，等会我们早点去。你去吧。啊？我银行去吧。他们就叫嘞，我去看看，没见过。能在旁边砍刀就行了。我们这边习俗，同龄的相亲的男的不能带同龄人的。嗯，我也不是同龄啊。万一认错了怎么办？万一要是看好你没看好他，怎么的？别放心，这十把够嫩的。没事，只要你同意，我也同意。公平，朋友们，还有这种说法呀？我只是好奇而已啊，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，想去见识见识。没啥，我请。没啊。热年下来的，你不就丢死了吗？咋了？我都相了十几个，你一个都没相吗？还不是我当初因为心里有理吗？这都不行了，这玩意儿。说实话，真的，我都推了多少个了？你咋不行呗？没推是。看见没？不能打。我们家媳妇这两天都瘦了，赶紧多吃点啊！看着我都心疼的。那上家里了。哎，那得生完孩子再说嘛。这孩子这两天倒是胖了。干饭太硬了，我不想吃了。硬好吃啊！这干啥呢？这干啥？就干着好吃。吃完饭了，准备出发。拜拜。别着，拜拜。带着孩子也去长长见识去了。小萌相亲，你好。什么叫相亲的？就是俺家亲家对象的。跟哪个说的？跟小萌说的。我说的。软的。跟姜文说的。你也听着。哎，这老太太还当真呢。哎呦！
咋样啊？看样子是没戏了。